这什么呀？为什么要频闪？为什么要闪电？来任务了，紧急任务吧。朱正廷睡着，所以进行频闪。哦，闪电哦。啊。哎呦，那就闪吧，那啥，对吧？反正闭上眼睛就闪，闪一会儿。不能。啊，慢跳跳跳啊！行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，可以了，这这下就放心了。谁又睡着了？谁睡着？朱正廷睡着，所以进行频闪。朱正廷，快起来，走来，来哥陪你走走。走不动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我真走不动。我陪你那个跳舞的，跳不动。你挺起来，挺起来，你别。挑战吧，太空，多想想上天的事，少想想上进的事。朱正廷，来，这起来走走。啊，哥，真的别动我，真的别动我。哥，真动不动。嗯，别动。嗯，冷不冷？还好，我现在主要是头特别疼，头疼，然后是眼睛感觉用牙签撑着疼。你这样，我给你弄一个清凉的，你太阳穴。叹气。太阳穴。嗯。朱正廷呢？乡里人孩子都比较小，然后一上来嗨起来，上来就特别嗨，嗨起来，没有音乐也要嗨。哎，你保存这体力，到快困得不行的时候可以嗨。到后边之后，困得就会受不了，就软了。行，等一下。头痛，头晕，胀吐。嗯，头晕脑胀。哇，我要吐了。哇，快快快，还有两分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还有什么没有打过？朱正廷同学，请保持清醒。我没睡。这世界很酷。